大家好，欢迎来到不莱恩的世界，我是 Bryant， 今天带大家来西门町逛逛街。那其实有关注我的频道的朋友常常会问我一些艺术品类的公仔啊，该去哪里买，像 COS 啊或是村上龙等等之类的，因为其实在网络上有很多假的。那我个人是因为我在艺术界有一些人脉，所以我知道该去哪边购买。如果你在网络上随便找一些 art dealer 什么的，都有很可能会买到假的，因为现在假的真的非常多，然后也常常就是做得非常的好，你很难分辨真假。所以我今天就带大家来西门町的这个 Fusion Store， 我们就先赶快带大家进去看看这个 Fusion Store 里面有什么样的艺术品类的公仔或是版画吧。 Let's go。 好，那我先跟大家介绍一下，这就是我们的小明店长。 Hello， 大家好，我叫小明。他人真的非常非常的好，现在就来逛逛这里有什么样的艺术品类的公仔吧。从 Fusion 的门一打开，一进来看到第一样非常吸睛的东西就是这个大大的玻璃橱窗。我们先从上面开始讲起来好了。上面第一层这边都是 Banksy， 就是近期出的一些商品，像他早期还有出一些老鼠啊、猴子，那个都可能就是在2014年、2015年那时候出的。对，近期出的比较多就是丢花，然后再比较近期的就是像这个英国病，这个。其实这个植花者非常非常的热门，它有不同的颜色，有黑色啊，然后有铜的，然后有这个白色的。它其实一开始不是植花，它是一开始的、最开始的图样是它是丢手榴弹，然后它把手榴弹改成花的。其实 Banksy 是一个英国非常有趣有意思的艺术家，没有人看过他的脸，然后他有时候常常会在那个街头就是喷漆，隔一个晚上墙面上突然就有他的画。他近期比较红的是他在一个拍卖会上面的一幅画，就是这个气球女孩，当初拍的金额也是蛮高的，当下一拍完之后，然后他的那个框其实里面有安装那个碎纸机，然后他就当下那幅画就直接碎纸机把它碎掉。从那个之后，然后这个艺术家又红了一阵子这样。对，其实那时候我在看 live 直播，其实我吓一跳，整个就哇塞，真的发生什么事了？然后现场的人整个脸都蛮惊恐的。对，大家的表情是都很惊恐，就是都吓到说，怎么会有这种装置这样子？对，其实他是一位非常会包装行销自己的一位艺术家。那讲到包装自己，我们就不能不提近年来非常非常红的一位艺术家，叫做 COS。COS 的东西其实都不便宜，不管是他的画或是公仔。那如果想要比较入门的亲民的价格的话，店长有没有推荐什么比较好？比较亲民的价格，可能就是近期出的，可能从2016年比较新出的就是这种的。然后还有上面这个，还有后面这种 COS GUN 的这种。如果你想要再更进阶的话，早期 Original Fake 出的这系列，中间这一排，然后还有前面这个坐姿的这些都是。这样的 resting place， 这里三个颜色都有，然后还有这些早期的，像这个大便啊。Charles 他曾经跟他的朋友打赌说，如果我随便出个大便的公仔，也会有人买，也会一售而空。然后像这里也有这个 Dior 的这个香水，其实这个香水当初也是非常的限量的，对，它也是 VIP 限定的。然后在下面这里，还有我自己本身也有收藏，我非常喜欢的就是 COS 跟 Robert Lazzarini 一起合作的这个扭曲变形的 COS 的公仔。最下面左边这半部都是中村萌，中村萌近期也是在台湾也是蛮红的，可是他在2016年他在台湾办玩具展的时候，其实他还没有这么红，他的东西基本上在架上是你原价都可以买的，只是到2018年、2019年的时候比较有人在炒作，所以现在买他的东西基本上会比较不好买。像现在如果玩具展进去的话，你进去你买门票，你还不一定可以抽签，你要买它的周边商品，你才有抽签的资格。对，可是这个东西真的太难抽了。玩这个公仔就是你眼光要好，如果你早期收到，其实
先买先享受。那这边还有这个，刚刚店长跟我聊到一个台湾的当代艺术家，对，叫陈威廷，他的东西近期也是蛮多人收集跟收藏的。台湾的艺术家大家一定要支持一下。好，那现在我们来欣赏一下第二柜，我们从最上面开始，这上面又有两只 cos 非常珍贵的这个公仔。对，它这两只是2005年发的，然后还有另外一款颜色我们也没有，就是棕色，棕色它只有300版而已，然后它也是跟一个美国艺术家合作的。再来前面这个木戒指，它是日本 Holiday 限定的，然后它也是限量1000版，它的盒子是后面这个木盒，对，然后它这个木盒里面还有一块木板，然后它上面都有编号，说第1000个第几个这样子。虽然这个限量1000组，但是实际上完好无缺的应该更少，因为我朋友就有自己买，他的耳朵就有断掉了。对，他的耳朵其实蛮容易断，可是如果你断的话，他基本上都可以送回日本再维修，然后他会再寄一个好的给你。那再来这个中间的这边是一个，这个是也是近期发的，是木头的 Milo， 只有在日本的官网发售，那个时候也是官网一发出来，在2-3秒之内就完售了。可是它定价也不便宜，可是销售的速度也是真的非常快。对啊，因为真的很可爱，而且木料的东西其实卖的都非常快。对，然后像昨天也有发一个木头的，就是木头的 Master Mind， 全日本目前就只有发了7只。7只、欸？对，然后现在价格是真的是翻倍，你看有多限量，那价格一定超级超级恐怖。对，那再来，其实我们潮流人士都很喜欢在家里摆个线箱，就是改变一下家里的气氛啊，还有味道。这个都是 Neighborhood 的商品，早期 Neighborhood 就有在出一些线香座，最经典的到现在目前最贵的就是一个乌鸦，乌鸦是最经典的，然后它到现在也还没有再复刻过，所以比较珍贵一点点。最下面这个有几组盘子，那我有印象这个蓝色是在台湾那时候办活动的时候出的嘛，蓝色这个是台北限定，台北那时候也才发97套的样子，当初排队的人潮很恐怖。对对 对， 對，然后在那个中正纪念堂真的是排队人潮真的很夸张。然后后面这个灰色比较大的这个，它是墨尔本限定。好，那现在我们来看看第三柜，这个是在香港漂在维多利亚港上的那一只吗？它香港有发过一次，然后在韩国也有发过一次，只是颜色有点不一样。然后再来粉红色这只应该算是比较稀有的，当时也是用抽签的方式发卖。对，那个时候也是美国 MoMA 用抽签发的这样子。哎，当时我抽到两只，原价入手，真的很幸运，超级开心，很幸运。我还没有原价抽过东西。那再下来，我们来介绍一下这一柜。这一柜有好多好多不一样的 Supreme 的一些单品。店长有没有一些比较特殊的？当初比较难运回来，可能就是探照灯，因为它里面有附带电池，所以我们那时候在运的时候也不太好运。然后像 BNO 的喇叭，其实有电池类的东西，基本上从国外进来，其实都比较困难。哎，这里像这有双节棍，双节棍就是也是比较早期的，也是比较早期的东西，就是手电筒类的东西。哇，那只手电筒好高、啊。对，其实后面这一只是最大只的，其实在美国警察是拿来防身用的，它里面如果把电池装满的话，它整只是蛮重的。然后这里还有一只水枪，好，其实我本人有点童心未泯，现在夏天嘛，如果你去游泳池的话，玩水，有没有带着这个水枪，你一定是全场最帅的。对。Hey guys， 谢谢你们大家的支持，大家记得按赞、订阅以及分享，你们的订阅会给我满满的动力。谢了。好，现在来到了这个 Fusion Store 里面的神秘的转角。村上隆他这个也是在中野发的，基本上很多人应该都有去过他的咖啡厅，他的很多周边商品在那边都可以买得到，像一些小花、钥匙圈啊、抱枕啊、书签、贴纸那些都可以买。而且最近有一件蛮可惜的事情，就是那个咖啡厅关了。对，因为现在疫情的关系，所以他现在是关门的休业的状态。再来第二排这边就是比较村上隆的艺术品，当初都是在美国发的皮卡丘，黑色的皮卡丘，这个是当初在银座 Convenient 藤原浩的店铺，它只有在楼梯的后面，它只有放展示品，它这个皮卡丘其实有两款，一个是坐着，一直是站着，然后我们另外一只站着被客人买走，基本上是亲友限定，就是可能认识藤原浩或是跟店员是好朋友，他们是用送的，没有对外贩售，所以能看到这个很难得。那它的价格也不低，价格那个时候我在日本的拍卖看，基本上一只都差不多要50万日币左右，真的不单价不便宜，就差不多台币要15万台币。对，就是一只熊猫猫，这么贵，真的是非常非常了不起。这个就是 Undercover 的熊，这两只比较特别，是它跟 COS 还也是合作款。Undercover 最著名的就是这个小熊，再来就是汉堡灯。
较经典的就是彩色，对，可能我给它戴浴帽，大家看不太出来。对啊，戴浴帽。然后还有另外一款是黑色，这个比如说你摆在你的床头，什么都是很好的。对，它是小夜灯。这两只这个东西我就从来没看过。这个是比较早期的 Supreme 出的，是它叫卡马乔，也是一个稀有的老物。它有 Supreme 风格，因为比中指。对对对。然后这边还有一个香港限定的村上隆的小画，邓紫棋她有拿着这个拍照，她拿比较大的。对，这个颜色是真的比较稀有，比较贵一点。那再来看一下这个，哇。这个又是一个非常非常厉害的联名，对，这个是2017年 Supreme 跟 LV 出的，那时候发售的时候我在台湾有排队，那个时候基本上大家抢的东西基本上就是皮件皮具类，可能包包衣服，可是比较少人去看周边配件，可能是抱枕啊、钥匙圈、毯子这种东西会比较少人关注。那其实这个现在也增值非常非常。对，因为这个当初台湾也发很少，比较少人知道有发抱枕跟羊毛毯。逛完了之后，我们楼下还有很多艺术品版画跟公仔，我可以到楼下看一下。这么厉害呢？拜托你带路一下。好啊 ，OK。走到了楼下，有一个秘密会所的感觉，非常非常多，是 100% 的 Bare Brick。帮我们介绍一下有哪一些是比较特别的？比较特别就是可能跟品牌合作的比较经典的，就是跟 Bape 合作的。对，然后再来跟艺术家合作，可能就是经营的空山鸡。嗯，空山鸡大家可能对近期对他的作品会比较有印象，就是有蛮多可能最近出了有暴龙啊，然后之前也有跟 S Large 合作的一个星星的那个夜灯。对，还有跟 Daniel Arsham 合作那个手。对对，蛮多的艺术作品。然后再来上面这一排就是比较一些可爱型的东西。巴斯，然后再来就是日本的牛奶妹系列，基本上牛奶妹系列的东西每次出，每次基本上价格都会被炒得很高。Bare Brick 的款式真的太多了，像我们店的空间也是有限，可是如果你想找其他款式的Bare Brick 我们都有，因为其实我们还有差不多将近快100只的公仔放在仓库，根本是没有空间摆的。所以我的观众朋友也可以拿着照片，然后就是来问你看。对啊，如果不方便来，你也可以用我们的 IG 或 Facebook 直接私讯说你想找什么，或是你有想要找什么款式，我们都可以把所有款式发给你们看这样子。那再我们来看一下，这旁边有两只非常特别的，其实这一只是应该是我这里我觉得最有意思、最喜欢的。对，上面这个是僵尸，僵尸它是新加坡限定，它只有展场发而已。然后它后来还有再出另外一个版本，是脸是夜光的。对，夜光的话，有些人会觉得比较恐怖。放在卧房，然后一觉起来就看到他脸在那边发光，应该会蛮恐怖的。对，然后他前面贴的那个符，他前面还写个随身保命，就是也是蛮逗趣的。那再来下面有一只蜘蛛人，下面这一只是初代的蜘蛛人，就是2012年发的，也是比较久的。对，现在初代的蝙蝠侠就是有点像漫威系列的。卡通系列的东西都单价都会比较高，因为看起来就比较 OG， 比较怀念的感觉。对对对，这边呢就可以看到这一支，对，这个也是近期发的，就是 Bare Brick 跟陈冠希合作的黑丝绸的熊。然后这里其实还有很多这种村上隆花的抱枕，这个放在家里其实非常的实用。对，它的款式其实蛮多，我们颜色也蛮全的，因为大家可能基本看的可能就是基本色，基本的七彩啊，或是黑色的脸，或是白脸这样子。对，只是它还有出很多其他颜色的款式。在这边你都可以看得到比较特别的金银色，金银色是比较少。我非常非常喜欢艺术品嘛，那 Fusion Store 有这个东西，也就是我们的版画，其实真的是深得我心，因为通常的店里其实很难得可以看到这么齐全的版画，而且还把它挂出来。那可以帮我们介绍一下吗？这个都是也是近期比较热门的款式，就是村上隆跟哆啦 A 梦系列，然后像这个是1000版，它其实每个都有村上隆跟藤子不二雄的签名。然后像如果是300版或是100版的版画，它的定价单价就会比较高。像前阵子我也是买了一幅100版的，定价就差不多在6万台币左右。可是像如果是300版或是1000版的，它的定价就会相对比较低一点，就是比较亲民一点。然后大家都会比较喜欢有花的，就是村上隆标准的那个七彩花嘛。对，像这个其实元素都在里面，正面，一个背面，其实你这样子摆一对，其实就真的装饰效果很强。然后像这个是村上隆他本人其实就是长这样，这两幅的版数就是300，然后他也都是有编号有签名的。他这个元素基本上就是用他本人，然后跟卡卡 Kiki 一起配合，卡卡 Kiki 就是左右两边这个，对，然后一个是站在山上，然后一个是踩在花球上面。然后其实这个山呢、也是用他非常标志性的骷髅头来作为这个元素的呈现的部分。对，觉得蛮可爱的是他把自己放在他自己的作品里面，其实蛮自恋的。那再来介绍到最后这一边，
这个就也是跟前面的村上龙是一样的，它也是一千版。这一幅比前面两幅的哆啦 A 梦都是尺寸还要再大一点，它这个元素就会比较多。哆啦 A 梦比较经典的任意门，很多经典图案它都是融合在里面的。那我们这里其实除了村上龙以外，其实还卖很多不一样的艺术家的版画，对不对？对，然后像近期比较红的还有 Mister， 还有 Masaki， 像我们其实还有很多版画都还没有拆，然后也还没有拿去裱框。可是如果你有需要有需求的话，我们也都可以传原图给你看，如果有需要的话你都可以来店里看。像刚提到 Masaki， 他就有画一个是劳力士系列的，对，所以喜欢手表的朋友其实摆在你的更衣室啊，或是你的房间里面跟手表摆在一起很有味道。刚有提到说其实因为空间的关系没有把所有的版画都摆出来，所以其实你们可以 follow Fusion Store 的这个 Instagram 上面基本上都会不定期都会放一些新的版画，就基本上也都是现货，如果或是你有需要订什么画的话，订什么公仔你都可以询问我们。好，那今天非常谢谢店长带我们逛了一整圈，我们看到了公仔，然后看到了版画，然后也看到很多衣服啊、鞋子，还有 Supreme 的沙包袋、 Supreme 的机车。 Fusion Store 跟大家最不一样的地方就是它应有尽有，各种风格都有。对，如果大家有想要什么问什么商品的话也都可以来问我们。对，不要说来潮流店或是来这种选货店有什么压力，基本上都是资讯交流我觉得比较重要。而且我觉得这里真的很棒，是来就是有家，有来找朋友的感觉，不会像有一些潮流店的店员就酷酷的这样，对、啊、你要什么你要什么这样子。对，比较早期的潮流店可能都是这样子的服务态度。对啊，我们小时候进去就害怕。 对，就是进去会有压力，说啊我不买东西会被打会不会被嫌弃啊，然后不想跟我介绍这样子。其实不太会，我们其实都是蛮热情，只要有问我们必答。好，那再一次谢谢 Fusion Store 借我们拍摄，然后也谢谢店长。那谢谢你们收看，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